歡迎嚟到 Market Talk。咁今次我哋揾到 Turn Three Limited 嘅負責人阿 Alan， 就同我哋解釋 Turn Three Limited 究竟個名嘅來由啦。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Alan。Turn Three 有三個主要元素啦。第一個就係、我哋嘅 Turn Three Celebration Team 啦。咁第二個咧就係、Tuning and Modification 啦。咁 and then 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對呢個 market 嘅 culture 點樣去 approach 出嚟咯。所以而家講下我哋 Turn Three 第一個元素就係 racing。咁我哋上年同今年咧都採用咗日產嘅 LBR 引擎。咁點解我哋會揀呢個引擎咧？就是、我哋身上好多呢架車嘅 data。咁我哋想喺香港呢個比賽入邊咧，就試下佢個 limit 可以去到邊度。我哋 Turn Three Spec 嘅 VR38 引擎咧，嘅內部部件咧已經係日本完全全測試過曬。在江山賽車場咧，同埋喺鈴木賽車場咧，能夠得到好嘅成績。我哋 Turn Three Spec 嘅 VR38 嘅引擎內部部件咧，就會年尾咧引進嚟香港噶啦。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哋 Turn Three Spec 嘅 VR38 嘅威力。咁我哋公司第二個要點啦，就係、是、Tuning and Modification 啦。咁呢個要點入面咧，就可以再分兩個更加重要的要點。第一個就係 street tune 喺街道上嘅改裝，第二個就係落場嘅改裝。咁我哋一般咧喺街上嘅改裝咧，都會迎入客人嘅要求啦。咁我哋適當嘅調改啦，我哋嘅意見啦，繼而得出一架車佢哋中意。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成架賽車，我哋客人嘅賽車，全部都係我一手一腳喺香港製造，全部都係 hand build 嘅。咁所以咧喺個過程入邊咧，可以同啲客去再加更加交流。對於好高要求嘅客人嚟講，我哋可以 provide 另一種 service 俾佢，就好似我部 R33 副引擎為例啦。咁我就特意咧就運咗過去日本 Auto Slab 度做一個組裝嵌嘅工序，係因為日本嘅 machine shop 同埋個環境係好適合做一副好有威力嘅 complete engine 出嚟嘅。第三點就係 marketing and culture。我 Turn Three 喺香港成立咗呢兩年幾入邊，我深深感受到香港嘅改車文化，不過唔會影響到我嘅 principle， 就係 service and professionalism。我哋嘅 GTR 嚟緊會參加第58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嘅路車賽啦。咁藉著呢個機會，我真係好想多謝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師傅 Auto Slab 啦，好多謝我 sponsor 啦，廣榮廣匯五金有限公司啦，地通拿機油啦 ，Forge。NOD32 ECL 黃道氮氣機 PFS 電池財神酒店同埋最後多謝中天紡織。咁我見到你有 sponsor 埋呢個 Turn Three 嘅車隊啦，咁你哋對佢哋有啲咩期望先？期望非常之大啦，因為佢哋嘅表現係非常之出色嘅、啊、我哋可以咁講，即係話係嚟緊一個即係新星嚟嘅呢個係。多謝你繼續支持我哋嘅 Turn Three 士力永升添。大家好，我是 Tommy， 又嚟到我哋 Market Talk 嘅 program 啦。今日为大家介绍咧就系一个死气候世界第一嘅品牌 Ramus。咁我哋就会介绍一下佢哋最新嘅产品啦，同埋佢哋嘅资讯嘅。咁最新嘅产品系列咧就包括 Audi 嘅 A1 啦、A7、BMW 嘅最新5系 F10 嘅系列啦、M1 同埋 X6。咁仲有咧，平治嘅最新 E-Class 嘅呢一組最新嘅 Ramus 產品咧，亦都可以喺各大 Ramus 嘅分銷商可以揾到嘅。咁 Ramus 咧不嬲用開最高質素嘅物料嘅，咁當然俾你更加靚嘅聲咧，同埋更加高嘅性能。
在中國方面呢，就有很多非正廠的 Ramus 產品的，咁大家不用擔心。在年底嗰陣時咧 ，Ramus 咧就會出一個認證系統，而每一個產品咧都有一個獨立嘅編號。呢、這個編號咧，你就可以用嚟上翻佢哋官方網站嗰度嚟去認證你自己嗰個係正廠嘅 Ramus 產品。世界第一嘅死後究竟會係點？大家就嚟感受一下 Ramus 帶俾你嘅品質、聲浪同埋性能啦。大家好，我是馬漢華，亦都係 FRD 嘅始創人啦。咁 C 一咧，英文名其實叫做 Challenge One， 咁中文咧，我又要改成為叫做超級賽車勁爆 show。個原因咧，就有希望咧，將賽車同埋娛樂咧，結合成一個大型嘅 party， 咁啊，等到大家一齊嚟參與呢個活動。作為亞洲最大嘅賽事組織者同埋車隊，咁希望咧 C 一呢個平台咧，係集結咗賽車啦、娛樂同埋慈善，令到入場睇嘅觀眾有觀賞嘅價值，媒體有報導嘅價值，贊助商有投資回報嘅價值。咁樣落去嘅話咧，我相信中國咧會自己建立一個好有獨特嘅賽車文化同埋市場。當日嘅賽事咧，當然包括我哋主打由李烈熱帶隊嘅一基金慈善明星賽啦。咁同時咧，亦都有我哋亞洲雷諾方程式、亞洲 GT 錦標賽同埋 Clio 級嘅賽事。我相信咧，現場將會咧有一個好熱鬧同好激烈嘅場面嘅啦。今次咧，我要多謝咧提供場地俾呢個活動嘅上海國際賽車場，同時亦都多謝咧我嘅合作夥伴，包括福特汽車、雷諾汽車、班尼路服裝、環賓輪胎同埋平山名冊。咁大家到時見啦～